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首楞严经卷第四。尔时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大威德世尊，善为众生敷衍如来第一义谛。世尊常推说法人中，我为第一。今闻如来微妙法音，犹如聋人于百步外，临于闻瑞，本所不见，何况得闻？佛虽宣明，令我除惑，今犹未详思义，究竟无疑惑地。世尊，如阿难辈虽则开悟，习漏未除，我等会中登无漏者，虽尽诸漏，今闻如来所说法音，尚于已毁。世尊，若复世间一切根尘因处界等，皆如来藏清净本然，云何呼声山河大地诸有为相，次第千流终而复始？又如来说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湛然常住。世尊，若地性遍，云何融水？水性周遍，火则不生。复云何名水火二性俱遍虚空，不相临灭？世尊，地性障碍，空性虚通，云何二俱周遍法界？而我不知是亦幽往，唯愿如来宣流大慈，开我迷云，及诸大众作事于义，五体投地，亲仰如来无上慈悔。尔时世尊告富楼那及诸会中漏尽无学诸阿罗汉：如来今日普为此会宣圣义中真圣义性，令汝会中定性声闻及诸一切未得二空回向上圣阿罗汉等，皆获一圣即灭场地，真阿恋惹正修行处。如今谛听当为汝说。富楼那等亲佛法音默然沉听。佛言：富楼那，如汝所言，清净本然，云何呼声山河大地？汝常不闻如来宣说性觉妙明，本觉明妙。富楼那言：唯然，世尊，我常闻佛宣说四义。佛言：汝称觉明为复性明，称明为觉，为觉不明称为明觉。富楼那言：若此不明名为觉者，则无所明。佛言：若无所明，则无明觉，有所非觉，无所非明，无明又非觉，占明性，性觉必明，妄为明觉，觉非所明，因明利所，所即妄利，生汝妄能，无同意中，自然成意，意彼所意，因意利同，同意发明，因此复利，无同无意。如是扰乱相待生劳，老久发沉，自相混浊，由是引起沉劳烦恼。岂为世界竟成虚空？虚空为同，世界为异，彼无同异，真有为法，觉明空昧相待成遥，故有风轮直持世界，因空生遥，皆名利爱，彼金宝者名觉利坚，故有金轮保持国土，坚觉宝成遥明风出，风经相磨，故有火光为变化性，宝明生润，火光上真，故有水轮寒石方界，火腾水降，交发利坚，湿为巨海，干为周旦，以是异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周旦中江河常住，水势烈火，即为高山，是故山石急则成焰，融则成水，土势烈水，抽为草木，是故林叟欲烧成土，因角成水，角往发生，地相为种，以是因缘世界相续。复自富楼那，名妄非他，觉明为旧，所妄即立，名理不渝，以是因缘听不出声，见不超色，色香味触六妄成就，有时分开见闻觉知，同业相缠，合离成化，见名色发，名见想成，意见成真，同想成爱，留爱为种，纳想为胎，交媾发生，吸引同业，故有因缘生结罗兰、恶蒲檀等，胎卵湿化，随其所应，卵为想生，胎因情有，是以合感化以离应，情想合离，更相变异，所有受业逐其非尘，以似因缘众生相续。富楼那，想爱同结，爱不能离，则诸世间父母子孙相生不断，是等则以欲贪为本，贪爱同资，贪不能止，则诸世间卵化失胎，随力强弱，地相吞食，是等则以杀贪为本，以人食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类，死死生生互来相伴，恶业俱生，穷未来际，是等则以盗贪为本，汝负我命，我还汝债，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生死，汝爱我心，我怜汝色，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缠缚，为杀盗淫三为根本，以是因缘业果相续。富楼那，如是三种颠倒相续，皆是觉明明了之性，因了发相，从妄见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次第千流，因此虚妄中而复始。
富罗那言若此妙觉本妙觉明与如来心不增不减无状呼声山河大地诸有为相如来经得妙空明觉山河大地有为习漏何当复生佛告富罗那譬如迷人于一聚落或南为北此迷为复因迷而有因物所出富罗那言如是迷人亦不因迷又不因物何以故迷本无根云何因迷物非生迷云何因物佛言彼之迷人正在迷时忽有误人只是令误富罗那于意云何此人纵迷于此聚落更深迷否佛也世尊富罗那十方如来亦复如是此迷无本性毕竟空习本无迷似有迷觉觉迷迷灭迷绝不生迷亦如一人见空中花亦病若除花于空灭忽有于人于彼空花所灭空地待花更深汝观世人为与为会富罗那言空缘无花望见生灭见花灭空已是颠倒是令更出思时狂痴云何更名如是狂人为愚为慧佛言如汝所解云何问言诸佛如来妙觉明空何当更出山河大地又如金矿杂于金晶其晶依纯更不成杂如木成灰不重为木诸佛如来菩提涅槃亦复如是富罗那又如问言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以水火性不相临灭有争虚空及诸大地俱遍法界不合相融富罗那譬如虚空体非群相而不具彼诸相发挥所以者何富罗那彼太虚空日照则明云屯则暗风摇则动气成则清气凝则浊土积尘埋水成硬于意云何如是书方诸有为相唯因彼生唯复空有若彼所生富罗那且日照时即是日明十方世界同为日色云何空中更见圆日若是空明空因自照云何中宵云雾之时不生光耀当知是明非日非空不亦空日观相圆望无可指陈幽遥空花皆为空果云何结其相邻灭意观性圆真为妙觉明妙觉明心先非水火云何复问不相容者真妙觉明亦复如是如以空明则有空现地水火风各个发明则各个现若具发明则有具现云何具现富罗那如一水中现于日影两人同观水中之日东西各行则各有日随二人去一东一西先无准地不应难言此日是一云何各行各日既双云何现一婉转虚妄无可凭据富罗那如以色空相亲相夺于如来藏而如来藏随为色空周遍法界是故于中风动空成日明云暗众生迷闷被觉合成故发尘恼有世间相我以妙明不灭不生和如来藏而如来藏为妙觉明圆照法界是故于中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不动道场遍十方界深含十方无尽虚空于一毛端现宝王刹作为尘离转大法轮灭尘合觉故发真如妙觉明性而如来藏本妙圆心非心非空非地非水非风非火非眼非耳鼻舌身意非色非声香味触法非眼世界乃如是乃至非意世界非名无名名无名尽如是乃至非老非死非老死尽非苦非集非灭非道非智非德非檀那非失落非毗梨耶非禅提非禅那非波那惹非波罗蜜多如是乃至非达他阿杰非阿罗诃三耶三菩非大涅槃非常非乐非我非尽以是俱非是出世故即如来藏原名心妙即心即空即地即水即风即火即眼即耳鼻舌身意即色即声香味触法即眼世界如是乃至即意世界即名无名名无名尽如是乃至即老即死即老死尽即苦即集即灭即道即智即德即檀那即失罗即毗梨耶即禅提即禅那即波那热即波罗蜜多如是乃至即达他阿杰即阿罗诃三耶三菩即大涅槃即常即乐即我即尽以是俱即是出世故即如来藏妙明心圆离即离非是即非即如何世间三有众生即出世间声闻缘觉依所至行测度如来无上菩提用是语言入佛之见譬如琴瑟空喉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旨终不能发如与众生亦复如是宝觉真心各个圆满如我暗指还印发光如赞举心尘劳掀起犹不勤求无上觉道爱念小圣得少为足
富罗那言：我与如来宝觉圆明真妙净心无二圆满，而我习遭无始妄想久在轮回，今得甚甚犹未究竟。世尊，诸妄一切圆灭，独妙真常，敢问如来，一切众生何因有妄自蔽妙明，受此轮密。佛告富罗那：汝虽除疑，余惑未尽，吾以世间现前诸事，今复问汝，汝岂不闻是罗城中眼若达多呼于晨朝，以镜照面，爱镜中头，眉目可见，嗔则几头，不见面目，以为痴昧无状狂走。于意云何？此人何因无故狂走？富罗那言：是人心狂，更无他故。佛言：妙觉名缘，本缘名妙，既称为妄，云何有因？若有所因，云何名妄？自诸妄想辗转相应，从迷积迷，以力成解。虽佛发明，犹不能返。如是迷因，因迷自有，是迷无因，妄无所依，尚无有生，欲何为灭？得菩提者，如悟实人，说梦中事，心纵精明，欲何因缘取梦中物？况复无因，本无所有。如彼城中眼若达多，岂有因缘自不投走？忽然狂歇，头非外得，纵未歇狂，亦何遗失？富罗那，妄性如是，因何为在？汝但不随分别世间业果众生三种相续，三缘断故，三因不生，则汝心中眼若达多，狂性自歇，歇即菩提，甚尽明心，本周法界不从人德，何戒取劳，恳请修正。譬如有人于自衣中细如一珠，不自觉之穷路他方，岂时迟走？虽时贫穷，珠不曾失，忽有智者只是其珠，所愿从心至大饶富，方悟神珠非从外得。即时阿难在大众中顶礼佛足，起立白佛：世尊，现说杀道淫业三缘断故，三因不生，心中达多狂性自歇，歇即菩提，不从人德，思则因缘皎然明白，云何如来顿弃因缘？我从因缘心得开悟。世尊，此意何独我等年少有学生闻？今此会中大目犍连及舍利佛、须菩提等，从老犯至闻佛因缘发心开悟，得成无漏。经说菩提不从因缘，则王舍城、居舍离等所说自然成第一义，为垂大悲，开发迷闷。佛告阿难：即如城中眼若达多，狂性因缘若得灭除，则不狂性自然而出，因缘自然理穷如于是。阿难：眼若达多，头本自然，本自其然，无然非自，何因缘故不投狂走？若自然投，因缘故狂，何不自然因缘故失？本头不失，狂不妄出，曾无变异，何借因缘？本狂自然，本有狂不，未狂之际，狂何所前？不狂自然，头本无妄，何为狂走？若悟本头，是之狂走，因缘自然，俱为戏论。是故我言三缘断故，即菩提心。菩提心生，生灭心灭，此但生灭，灭生俱尽，无功用道。若有自然如是，则名自然心生。生灭心灭，此亦生灭，无生灭者，名为自然。犹如世间诸相杂合成一体者，名和合性；非和合者，称本然性。本然非然，和合非合，合然俱离，离合俱非，此句方明无细论法。菩提涅槃尚在遥远，非汝力竭心勤修正，虽复一持十方如来十二部经，清净妙理如恒河沙，执意细论。汝虽谈说因缘自然，决定明了，人间称汝多闻第一，以此积劫多闻熏习，不能免离摩登劫难。何须待我佛顶神咒，摩登且心引火顿歇，得阿那含，与我法中成精进灵，爱何干枯，令汝解脱。是故阿难，汝虽历劫一持如来秘密妙言，不如一日修无漏业，远离世间增爱二苦。如摩登且素为淫女，由神咒力消其爱欲，法中精明性比丘尼与罗侯母耶稣陀罗同悟素因，知力是因贪爱为苦，一念熏修无漏善故，获得出禅，或蒙受记，如何自欺？上流观听。阿难及诸大众闻佛示慧，疑惑消除，心悟实相，身意清安，得未曾有。重复悲泪，顶礼佛足，长跪合掌而白佛言：无上大悲清净宝王，善开我心，能以如是种种因缘方便提讲，引诸臣民出于苦海。世尊，我今虽成如是法音，知如来藏妙觉明心，遍十方界，含喻如来十方国土清净宝言妙觉王刹。如来负责多闻无功，不待修习，我今犹如屡破之人，忽蒙天王赐予华屋，虽获大宅，要因门入，
唯愿如来不舍大悲，是我再会诸蒙岸者，捐舍小圣，必获如来无余涅槃本发心路。令有学者从何设福筹习攀缘，得陀罗尼入佛之见，作事于已，五体投地，再会一心诸佛慈旨。尔时世尊哀悯会中，圆觉声闻于菩提心为自在者，即为当来佛灭度后，末法众生发菩提心，开无上圣妙修行路。宣示阿难及诸大众，汝等决定发菩提心，于佛如来妙三摩提不生疲倦，应当先明发觉初心二决定意。云何初心二意决定？阿难第一意者，汝等若欲捐舍声闻修菩萨圣入佛之见，应当审观因地发心与果地觉为同为异。阿难若于因地以生灭心为本修因，而求佛圣不生不灭，无有是处。以是义故，汝当照明诸其世间可作之法，皆从变灭。阿难，汝观世间可作之法，谁为不坏？然终不闻烂坏虚空，何以故？空非可作，有事始终无坏灭故。则汝身中坚相为地，润湿为水，暖处为火，动摇为风。由此四禅分汝湛圆妙觉明心，为视为听为觉为察，从始入终五叠混浊，云何为浊？阿难，譬如清水清洁本然，即彼尘土灰沙之轮，本质流爱二体法耳，性不相寻。有世间人取彼土尘投于净水，土湿流爱水王清洁，容貌古然，明之为浊。汝浊五重亦复如是。阿难，汝见虚空遍十方界，空见不分，有空无体，有见无觉，相知妄尘是第一重，名为劫浊。汝身现团四大为体，见闻觉知拥令流爱，水火风土玄令觉知相知妄尘是第二重，名为见浊。又汝心中意识诵习性发之见，融现六尘，离尘无相，离觉无性，相知妄尘是第三重，名烦恼浊。又汝朝夕生灭不停，知见美欲流于世间，也欲美常迁于国土，相知妄尘是第四重，名众生浊。汝等见闻原无异性，众尘隔月无状一身，性中相知，用中相背，同一失准，相知妄尘是第五重，名为命浊。阿难，汝今欲令见闻觉知，愿弃如来常乐我净，应当先择死生根本。一不生灭，原占性尘，以占玄奇虚妄灭生，福还原觉，得原明觉无生灭性为因地心，然后原成果地修正，如成浊水煮于净气，净身不动，沙土自成，清水现前，名为出浮客尘烦恼，去泥纯水，名为永断根本无明，名相精纯，一切变现不为烦恼，皆合涅槃清净妙德。第二义者，汝等必欲发菩提心，于菩萨圣身大勇猛，决定弃捐诸有为相，应当审详烦恼根本，此无始来发业润身，谁作谁受？阿难，汝修菩提，若不审观烦恼根本，则不能知虚妄根尘何处颠倒，处上不知，云何降伏取如来位？阿难，汝观世间解结之人，不见所结，云何之解？不闻虚空被汝挥裂，何以故？空无形象，无结解故。则汝现前眼耳鼻舌及与身心六为贼眉自结家宝，由此无始众生世界身缠缚故，于气世间不能超越。阿难，云何名为众生世界？是为牵流，解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方位有十，流数有三，一切众生之望相成，心身中冒千世界相摄，而此界性摄虽十方定位可名，世间指目东西南北上下无位，中无定方，四数必名与世交相摄，三四四三，婉转十二，流变三叠，一时百千，总刮始终六根之中，各个功德有千二百。阿难，汝复于中刻定优劣，如眼观见，后暗前明，前方全明，后方全暗，左右旁观三分之二，统论所作功德不全，三分言功，一分无德，当知眼为八百功德。如耳周听十方无疑，动若耳要尽无边际，当知耳根圆满一千二百功德。如鼻嗅闻通出入息，有出有入而缺中焦，厌于鼻根三分缺一，当知鼻为八百功德。
如蛇宣扬进出世间出世间至，言有方分理无穷尽，当知蛇根圆满1200功德，如身觉处事于为顺，何时能觉离中不知，离一何双厌于生根三分缺一，当知生为800功德，如意莫容十方三世一切世间出世间法，为甚与凡无不包容尽其雅迹，当知一根圆满1200功德。阿难，汝今欲逆生死欲流，反穷流根至不生灭，当厌此等六受用根，谁合谁离，谁深谁浅，谁为圆通谁不圆满，若能于此五圆通根逆彼无始，直往夜流，得寻圆通与不圆根，日节相背，我今备显六战圆明本所功德，数量如是，随汝详则其可入者，吾当发明令汝增进十方如来与18界一一修行，皆得圆满无上菩提，于其中间亦无优劣，但汝下列不能于中圆自在会，故我宣扬令汝但于一门深入，入一无妄，彼六支根一时清净。阿难白佛言：世尊，云何逆流深入一门，能令六根一时清净？佛告阿难：汝今已得须陀洹果，已灭三界众生世间见所断惑，然犹未知根中积生无始虚习，彼习要因修所断得，何况此中生住意灭分际投数，今汝且观现前六根为一为六，阿难若言一者，耳何不见，目何不闻，头息不履，足息无语，若此六根决定成六，如我今会与汝宣扬为妙法门，汝之六根谁来领受？阿难言：我用耳闻。佛言：汝耳自闻，何观身口？口来问意，身起清晨，是故应知非一中六，非六中一，中不汝根原一原六。阿难，当知是根非一非六，由无始来颠倒轮替，故于原占一六一生。汝须陀洹虽得六霄，犹未亡一，如太虚空参合群气，由气行意，明知一空，出气观空，说空为一，彼太虚空云何为汝成同不同？何况根名是一非一，则如了知六受用根亦复如是，由明暗等二种相形，于妙缘中年暂发见，见经应色结色成根，根源目为清净四大，因名眼体如葡萄朵，福根四成留意奔色，由动静等二种相及，于妙缘中年暂发听，听经应声卷声成根，根源目为清净四大，因名耳体如心卷叶，福根四成留意奔身，由通色等二种相发，于妙缘中年暂发嗅，嗅经应香纳香成根，根源目为清净四大，因名鼻体如双垂爪，福根四成留意奔香，由甜便等二种相参，于妙缘中年暂发肠，肠经应味脚味成根，根源目为清净四大，因名舌体如出眼月，福根四成留意奔味，由离合等二种相磨，于妙缘中年暂发觉，觉经应处团处成根，根源目为清净四大，因名身体如腰骨嗓，福根四成留意奔处，由生灭等二种相续，于妙缘中年暂发知，知经应法难法成根，根源目为清净四大，因名意思如优势见，福根四成留意奔法。阿难，如是六根有彼觉明，有明明觉，是彼经了年暂发光，是以汝经离暗离明，无有见体，离动离静，原无听执，无通无色，嗅性不生，非变非甜，常无所处，不离不合，觉处本无，无灭无生，了知安寂，汝但不寻动静合离甜变通色生灭明暗，如是12诸有为相，随拔一根脱年内服，服归原真发本明耀，药性发明，诸于五年应拔圆脱，不由前尘所起之见，并不寻根即根明发，由是六根互相为用。阿难，如岂不知今此会中，阿那律陀无目而见，拔烂陀龙无耳而听，情且神女非彼闻香，交凡波提一舌之味，顺若多神无身觉处，如来光中应令展现，即为风直其体圆无，诸灭尽定得即声闻，如此会中摩诃迦瑟久灭一根，圆明了知不应心念。阿难，今汝诸根若圆拔矣，内盈发光，如是浮尘及气世间诸变化相，如汤消冰，应念化成无上知觉。阿难，如彼世人具见于眼，
若令集合，按向现前，六根黯然头足相类，彼人以手寻体外绕，彼虽不见头足一变，知觉是同，原见因明，暗沉无见，不明自发，则诸暗相永不能昏，根尘既消，云何觉明不成圆妙？阿难，白佛言：世尊，如佛说言，因地决心欲求常住，要与果位明目相应。世尊，如果位中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安摩罗氏空如来藏大圆净智是七种名称谓，虽别清净圆满，体性坚凝，如金刚王常住不坏。若此见听离于明暗动静通色毕竟无体，犹如念心离于前尘本无所有，云何将此毕竟断灭以为修因，欲获如来期常住果？世尊，若离明暗见毕竟空，如无前尘念自性面，进退循环为系推求本无我心及我所心所，将谁立因求无上觉？如来先说湛经圆常为月成言，终成细论，云何如来真实语者？为垂大慈开我蒙领。佛告阿难：汝学多闻，未尽诸漏，心中徒至颠倒所因，真导现前实未能视，恐汝成心犹未信服，吾今是将尘俗诸事当除汝疑。即时如来赤罗喉罗集中一声问阿难言：汝今闻否？阿难大众俱言我闻。中歇五声，佛又问言：汝今闻否？阿难大众俱言不闻。时罗侯罗又即一声，佛又问言：汝今闻否？阿难大众又言俱闻。佛问阿难：汝云何闻？云何不闻？阿难大众俱白佛言：终身若即，则我得闻；即就生消，音响双绝，则名无闻。如来又赤罗侯集中问阿难言：汝今生否？阿难大众俱言有生。少选生肖，佛又问言：尔今生否？阿难大众答言无生。有请罗侯更来撞钟，佛又问言：尔今生否？阿难大众俱言有生。佛问阿难：汝云何生？云何无生？阿难大众俱白佛言：终身若即，则名有生；即久生肖，音响双绝，则名无生。佛欲阿难及诸大众：汝今云何自于搅乱？大众阿难俱时问佛：我今云何名为搅乱？佛言：我问汝闻，汝则言闻；又问汝生，汝则言生。唯闻与生报答无定，如是云何不明搅乱？阿难：生消无想，汝说无闻。若实无闻，闻性已灭，同于枯木，终生更极，汝云何知？知有知无，自是生成，或无或有。比起闻性，闻如有无，闻实云无，谁知无者？是故阿难，生于闻中，自有生灭，非为汝闻生生生灭，令汝闻性为有为无。汝上颠倒，或生为闻，何况昏迷以常为断，终不因言离诸动静，闭塞开通，说闻无性。如众睡人眠熟床枕，其家有人与彼睡时，倒炼冲米，其人梦中闻冲倒身，别作他物，或为脊骨，或为撞钟，及于梦时，自怪其中为木石响。于是呼物揣之楚音，自告家人：我正梦时获此冲音，将为鼓响。阿难：是人梦中起意静摇开闭通色，其形虽昧，闻性不昏，纵汝行消，命光牵泄，此性云何为汝消灭？以诸众生从无始来寻诸色身，逐念流转，曾不开悟，性尽妙常，不寻所长，逐诸生灭，由是生生杂染流转。若弃生灭，守于真常，常光现前，根尘是心应时消落，想象为尘，事情为垢，二俱远离，则汝法眼应时清明，云何不成无上知觉？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受楞严经卷第四。